主席，各位委员，政府的各位官员，本席等18人啊，为配合组织再造啊，以达组织精简的目标啊，发展农林渔牧啊，并兼顾森林保育、水土保持、农村发展啊，严拟具农业部组织法、农业部森林及保育署组织法及农业部水土保持及农村发展署组织法的草案，这个详细的内容就请大家来参阅。本席在这边要特别要提出来的，第一个，我在上个会期啊，在本委员会啊，审查有关这个农业部的行政院版本的组织法的时候，我就特别提出农林渔牧。农林渔牧，这长期以来，就是在同样的一个过去的现在的农委会，所以我是认为外来的农业部也应该是一个农林渔牧。从其他国家，不管是美国、日本、瑞典等先进这些国家，他们森林保育、水土保持都做得非常好，他们一样是放在这个农业部这样的一个组织里面，而不是在其他的相关的组织。这个林务现在的林务局啊，如果移到这个环境资源部啊，那农业部啊还要不要成立，是必须考量啊。现在的农委会啊，有林务局，有水保局，有林业试验所。那如果说移过去，那农业部剩下什么？尤其是我们昨天我们审查行政院组织法，甚至也有我们委员，而且已经立法院已经成案了，渔业署啊也有意见是要把它移到这个另外成立一个渔业及海洋部这样的一个。如果这个也往外的话，业主也离开的话，农业部还要不要成立？这是我们必须考量的。这第一个要跟大家做一个充分的说明，不是只有台湾的农委会以及未来的农业部，是把林务放在这个地方，其他国家都是这样。这是第一个要跟大家说明。第二个。提案，不管是法律案还是相关的提案，是立法委员的职权。立法委员的职权，透过相关的程序，依法来提案。我要特别的来拜托我们立法委员的同仁，如果有不同的意见，不应该找外围的团体。民间的团体透过记者会的方式来批评、来评论立法委员依法所提的这些法案，这是第二个要跟我们委员的同仁来拜托。第三个，地球公民基金会昨天开记者会。开记者会之前，从来没有跟我讨论过，也没有问过我的意见。我从来没有说要把林木、把林业、林务要当成是一个主要的什么农作物，怎么会是农作物呢？我们只是把现行的林务单位继续留在未来的农业部，就这么简单。森林法还是森林法，并没有要修森林法，森林法还是森林法，水土保持法还是水土保持法，并不会因为它在农业部
森林法就变了样，不会。何况森林法也是现行的农委会所执掌的这些法律，所以我要特别要跟所谓的环保团体来说明，如果有什么意见，非常欢迎跟本席来讨论，而不是透过记者会的方式。立法委员提案是依法来提案。其次呢，这个不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应该是要回归到类似像今天的法制委员会或是其他的委员会来讨论，因为毕竟现在只是一个立法的过程，个别委员有不同的意见，个别的团体有不同的意见，我们都给予尊重，这是一个民主社会最基本的尝试。我虽然是国民党党籍的立法委员，本党并没有说我们不能提案，并没有说行政院通过的我们都必须要支持，因为我们是民主的国家，立法委员到立法院就是要反映民意，就是要以自己的专业经验来提出法律案，不管是预算的审查，如果是有所谓的国民自己执政党的立委就不能提相其他的意见，那就是一言堂了，所以这边特别要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说明。至于这个未来林务单位、水土保持单位该怎么做何去何从，那是要透过整个立法院相关的程序、三读的程序来去决定。以上。